would shine, but it wasn't a match. Wrote some songs about Ricky, now I listen and laugh. Even almost got married, and for Pete I'm so thankful. Wish I could say thank you to Malcolm, 'cause he was an angel. One taught me love, one taught me patience, and one taught me pain.是幽兰拿铁，我最爱幽兰拿铁了，大家一定要点幽兰拿铁，它茶味很重，鲜奶油又很爽口。平常我可喜欢看煎饼果子的制作过程了，平常我在旁边等着，以我这么没耐心的人，我都可以看至少两三个煎饼果子呢，而且就觉得很喜欢拍它，你们觉得呢？这个人吧，点的肉也太少了，吃素呢。给大家介绍我的最爱桂格卤肉卷，我小时候在湖南经常吃这个小吃，我一般喜欢放卤牛肉、卤藕，然后刷辣椒油，你就会觉得哇太棒了。但是我这里忘记拍卤肉卷了，我一直在拍美女，不好意思大家，我觉得这位姐姐实在是太漂亮了，还好姐姐没有赶我走，虽然我没有买卤肉卷，大家记得帮我去消费哦。哇，还有两家店呢，我们坐在那边。这些小菜就是点了可以直接拿的那种，我们点了糖醋排骨藕还有鸡爪。首先我们来尝一下糖醋排骨的味道，果然没我奶奶做的好吃，但是甜甜的还不错哟，给扎死具有本分。话说到长沙一定要吃猪油拌粉哟，因为真的很香而且特别好吃，看吧。
最重要的来啦，你们千万来到长沙一定要去这家店，经济糖油坨坨真的棒呆，这个糖油坨坨的焦糖味真的十分的浓郁，要趁热吃哦，外脆里糯，价格是4块钱一串，一串有7个，可以吃得很饱啦。焦糖的感觉，它前面它就是很香的那种焦糖味，然后它里面是空心的，就负担不会太重，但是很好吃。我爱。我爹在还在正经的，就是就是你们完全就是正经，不要说了，现在在这里说。我觉得那个香。天哪，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食物？这条巷子里还有一个泡面店，看起来好棒呀，就像那边网红店一样，选泡面给你做着吃吧。这就是长郡中学，大家记住，就是这条街里面。长郡中学旁边还有一个潮牌店呢，这里是什么宝物地方啊？那么多人看，我以为怎么了呢？结果呢？哎，妹妹，我们去抢好。现在大家我看到好看的了，快跟我来。谁这么有眼光偷了我，太惊人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然后对哥也进了第3名嘛，就太棒了吧，还去对牛啊，大家一起冲呀。啊，我现在还是很难觉得这个事情很神奇，有点来得太快，有点惊讶，晕，我晕。Just like a star across my skyJust like an angel off the page, you have appeared to my life.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，这座城市变得冷清，这里的火学着安静，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，你就这样离我而去，带着我给你的记忆。满满的核桃，我以为它是那种咬下去很松软、充满奶香的面包呢。嗯，结果感觉不是棒的，挺好吃的，我觉得。不来，来来来了，强迫是不会有东西。来考验你心理素质的时候来了，快！我心理素质极其脆弱。快点，不要出那么多灯喽！我就是这样子喽，快点了。好，1、2、3。什么？
哎，我们昨天喝那个茶颜悦色，你们想到里面那个什么碧根果还是核桃？不是不是，是核桃，是核桃。就是那个我当时喝的时候我没有想到，我以为它那种奶盖是一般的奶盖，然后我就一直在喝下面的奶茶，我很珍惜的喝，然后喝到最后了，我想说，哼，那就让我来尝一尝这个奶盖吧，然后就用那个吸管挑了一点上面的吃，这个奶盖的味道竟然该死的甜美，但是它又没有送勺子，我就只能一直在那边用吸管吊着喝。我也是一直拿吸管在那里喝，但是喝不到，对，那是喝不到，很丢人。我们今天一定要再去买。好的。是生生乌龙，四姐妹分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点的东西。我姐点的什么鱿鱼香菇，我点的是我自己创的哈，牛肉拼辣椒炒肉，是不是超棒啊？这个是加了大价钱的东西哦，而且他们家这个粉也特别入味。这家店是去我洗头的路上看到的，没想到真的是一家很有名的店，而且还是张艺兴喜欢吃的店。谁能告诉我这个好不好吃啊？我们去了李自健美术馆，但它关门了，星期一大家不要来哦。焦干很香很香，那种肉香味，是我很喜欢的味道。我买了一个辣的，一个不辣的。天热，天热。这个视频好像没声音了，万万一直在说好吃好吃，真好吃。这个真的非常的焦脆。肉很香，我喜欢这种尖尖炸炸的感觉。这家烧烤真的不得了，是粉丝介绍我来的呢，叫做萌种烧烤。而且他们家的烧烤口味真的特别好，并且又有葱油拌粉。你看这个粉呢，它又有花生。这个粉比上一家店的要宽，但是比我上次吃的还要好吃，还要入味，而且酱油味还没那么重，并且更香了。在这好吃的烧烤里，我最推荐的是这一个蒜。
大蒜软软的被鸡肉夹着满分，本来还想买肉肠的，可是看着人流算了。上面都是剁辣椒还有大萝卜，这里有一个洞，里面都会有汁。我吃你好不好？里面包了一口汤，然后就是这个辣的味道，然后很香，然后那个臭豆腐外面是酥的，里面的肉脯就是刚好合的那个汁特别软，然后今天长沙降温特别暖。长沙降温，微波终于用起来了。没错，臭豆腐真太优秀。臭豆腐简直太优秀了，长沙人民真幸福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吃潮汕牛肉火锅的地方，因为天气太寒冷了，然后我们大家都要吃火锅，就来到了八合里火锅。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的酱料吧，首先是辣椒圈，我的独特酱料，炸蒜末，偶尔可以放花生替代，然后酱油，适量的酱油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加香菜末和满满的芹菜末，当然在海底捞的时候我也会加上牛肉粒的，可惜这儿没有，我只能放满它们了。快看，这是我的独门秘诀。后来我就回上海了，在机场的时候看到星巴克，看这个圣诞老人是不是很可爱呢？请手机系列的老路人听广播速放收音机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哎，不是晚上好，差不多下午了吧？然后这两天是在剪片儿嘛，没错，就是很宅女的生活。你们看我脸上都长痘了，就因为熬夜剪片。但是能够剪出来呢，也是挺开心了，就觉得最近还挺有激情的。看到大家那么支持我，然后长沙篇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努力剪的一篇，因为我曾在剪辑的时候无数次对自己说，耐心点，剪得细一点，徐王玉卓，不要急，慢慢来。再加上我去的地方都觉得非常好吃，包括那个糖油坨坨烧烤粉店，还有就是那个冬瓜山肉肠，所以就是很想把他们好吃的一面展现给大家。最后呢，我想说，这是我上期的穿搭视频嘛，不是就是获得了大家很多的关注，大家可以关注我的绵羊 star 微博，就是由我的喜欢我的漂亮粉丝们在进行管理的，就是会搜出我的同款这样子。如果喜欢我，关注我的穿搭，可以关注一下，然后喜欢我呢，可以加入我的应援会38525079 7，还有就是最近有一个活动，就是我来负责点评大家的穿搭，在我的徐王玉卓微博的超话里，大家可以发自己的穿搭给我，然后我会专门录一期视频来点评大家。我觉得很期待这次的活动，希望你们能多多参与吧。我手机里已经好多好多大家照片了，我现在打开我手机全都是你们的自拍他拍什么的，就很漂亮。最后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欢迎点赞投币收藏评论关注我，你会变得更漂亮的。